因为前些日子呀，我也看了你另外一个采访，你说现在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运动员。我觉得我是说点心里话，是不是他们不肯努力？条件这么好，不肯努力，杂技都软骨头，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一个都不喜欢，不是不一点不喜欢。但是我知道现在运动员啊，不能说不能碰，也没人敢说，没人敢碰。但是他们的场上表现，让所有同行人感觉，都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不是说你今天身价多少，我们去尊重，不是。但你这个本质是干嘛呢？他们一定不是说只今天是这样，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现在训练水平和训练的环境已经全部是变味了。现在可能经济的利用可能更大，但是这取决一个大的环境。你到奥运会还在世锦赛，谁不努力？肯定是努力的，但是最后展现不出来他的血性一面，就是平时养成习惯了。你在享受的荣誉的同时，你为国家队还得为球迷能做点什么，这个是我很反感他们的。不是说他们嫌多我就嫉妒啊，没有，那当然越高越好。但是你要做的就是要担当，你不担当，你就不配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和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和价值。将来在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还能有男篮运动员抗旗吗？你如果按这样的，不会的，不在现实。对不对啊？也不是个职位，把坚守这些传统的东西，你是不是要坚守住？是吧？这是男人该干，你必须去战斗。你当男人，你都缩头缩脚，你不像个男人在战斗。我以茶代酒，我敬你。希望这几句话他们能听见。来吧，谢谢啊。福建省篮球协会办公室，谁在里边？看看老朋友。进来。哎呀，哎，老刘，好久，是啊，哎，你好，哎呀，好久不见啊，是，有很长，好久不见，有一段时间，坐，哎，我都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叫啊，叫老刘，哎呀，还是叫老刘亲切一点，还是叫刘主席？没有，还是老刘亲切一点，这个称呼已经很多年了，这都二三十年了，老刘，对，大栋。还是这么叫出来，对，还是这样的。我听着你叫的也顺口，我听着也亲切。昨天晚上好像还在晋江，是不是？穿毕业啊！昨天我去出席开幕式，非常场面非常热闹。我上微博我看见了，可热闹，1万多人。就是民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福建这个民间这篮球啊，确实有技术。最多我一天打4场比赛，技术经验都是从野球上面去。哎呀，我就一直想，我要在现场，我得看看那个老刘打野球往外一站。那肯定的，害怕你这打野球打野球呢，过去竞争很激烈，现在依然激烈。是也就说你现在核心的工作还是在建设班子，篮球的基层工作，是吧？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一次打球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半年以前的。半年以前啊，对，我现在还没时间打。我看看中国男篮历史上投篮最准的运动员，半年没摸过球之后。这个你开玩笑，你不为难我吗？哎，蒙蒙进了，香啊！活动开了就没问题。最后一个在这儿，这个是绝杀上海的地方。2001年九运会，九运会，在那个位置，李楠抢下来之后甩到这儿一点，谁飞过去了？张文琪，你扮大爷，我是大爷。老将刘玉栋在关键时刻一个非常漂亮的3分球，哇，进了，结束，帮助解放军队91-88胜了上海队，夺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9届运动会男子篮球比赛的冠军。那走了，是，这个是你这个半年没摸球，拿起来抬手就进，这个就是技术活。我以前打球这个地方全部是桨啊，但那个年代应该是对篮球追求是很执着的。你必须就说这简单的东西你就掌握了。简单的东西，对，看似简单。现在跟年轻人说这个苦，他体会不了。当然现在这个环境不是很好，环境什么，大家都在追求急功近利，各自的利益，但是忽略了集体的利益或者说国家的利益。这么多老百姓去尊重你，是因为你做到了极致。那么极致的东西我们要去传承它，但是现在我传承一半就没了。
15岁以前没打过篮球，不光是没打过篮球，体育也没上过，体育都没上过，都没上过。啊，你要是说没上也不合适，因为小时候跑步啊，在学校爬树啊，嗯，没正经没正经练过任何东西，没有练过。福建体工队的时候，我们教练说你去跑两步看看，我都不知道，跑了200米到300米不跑，你知道为什么？嗯，不懂得换气，一口气啊嗨。那这气够差点他妈憋过去了，你气也太长了，是啊，差点憋过去了。那时候觉得一口气啪啪跑，也不知道我操，跑了300米憋晕了。那为什么15岁开始打球？个高啊，1.86米啊，然后86年我一下长了1.98米，因为那时候在家没吃饱饭，在体工队吃饱饭了。在家吃不饱？那肯定吃不饱，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饿，吃半饱全家吃饱嘛，这是过去总结的经验。这个是那时候去打球的最核心的动力吗？家庭加强压力，给家庭减轻压力，还是找个自己适合的一些事情做。嗯，觉得很羡慕现在这个环境。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校，嗯，我在这个战斗了5年，85年到85年，就是原来的省体工队，原来体工队，福建省体工队，省体工队，对，就在这儿，是吧？对，反正5年时间都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个地方，嗯，相识，一起努力，嗯。然后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解散了，有机会去到部队，嗯，才能够延续后面的，才能到南部，才能到八一，所以说有深厚的感情，战神之路开始的地方。大动主席，杨老师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能不能合个影？来吧，来，好，那张同学，我真同学，你手机呢？你手机呢？好嘞，好嘞，好嘞，所以这是我起点的地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故事。大栋身上有很多标签，有很多这个称号，你一个一个说一说。刘一堂，这个刘一堂是怎么回事？刘一堂是因为什么？因为蒋导说刘一堂，我确实练得既苦既嫩。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有多大力量，我把自己榨干了，我就力量。因为你比如说你天赋好的运动天赋好的，可能不需要榨干。嗯，比如我们同样跑3000，我跑3:13我就榨干了。嗯，那有的人12分，他就每个人的承受量他不太一样。嗯，那确实没办法，因为一练完了，不是说要去吃饭啊洗澡，第一练都不直接，第一个就躺着睡觉。那好点，那当然了。嗯，那个是最享受的一个过程。嗯，就是这每天呢重复的枯燥的训练，没有节假日的训练，这个是可能现在年轻人是做不到的。当然我希望年轻人，如果是送上一句话，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一定要踏踏实实。捷径就是付出啊，就不断的付出，他不断的付出，几年你才能找到感觉，才能找到自信。中投王，中投刘一龙，还是刘一龙转回来再投，真正投篮就是出手的时候非常专注。投篮到最后可以说嘛，基本都不看框，不看框。只要你抬手，基本上8-9不离的。只要你抬手不受，比如盖帽还是，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刘一栋，发球！刘一栋在关键时刻一个漂亮的三分球。有没有量化？我一天要投多少？一天正常的量，要200个到300个，一般嘛，就是我也不少。我最起码投500个到1000个，投进，用实心球，我要实心球去投三分。实心球投3分啊！实心球啊，那很重的。其实现在的运动员，其实练的好像也挺刻苦的，但是你看在场上体现出的这个投篮能力，因为这是中国篮球最根本的东西。我听你说完，我们实际上，在看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单化？他还是没练到。还是没练到量。你练四组，我也练四组。嗯，你练10公斤跟我20公斤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吧。嗯，八一坦克，在我记忆当中，就是那一代中国运动员其实不是很注重练力量，是吧？包括现在也都不愿意去练，不乐意练。不愿意练。练完了感觉好像我这个叫什么出现马上就大完了，好像影响我投篮的感觉。嗯，这是不对的。有这种说法。谁能在适应对抗这一块，他都能够在最高的舞台。磕磕碰碰一碰就往地上一躺完了啊就不行了，就跟裁判呢喊说我不行犯规了。对不对？那你在国际比赛很自然的。所以说你现在看看我们和世界篮球的差距在哪。我那天他们所有人问我，我都不愿意去讲。但其实大家都明白缺练两个字。缺练，还是缺练。
没问题啊，没问题，你放心啊，耐力还是有。杨老师继续。一个人的人生下来几十年，很难有人说自己人生当中啊没有什么遗憾。我心目当中的刘一栋没什么遗憾，因为你的确把一切你能够拿出来的一切都已经放在这儿。对，应该讲运动生涯比较完美，但是你说遗憾多少都有遗憾。我一直没有享受过什么是没有病的去参加一场比赛，就是我运动生涯是带伤带病的，一定是在这种体会当中是很痛苦的，但是痛苦也都是长值的。人讲什么信仰，追求嘛，你没有追求，我不知道，反正我追求是为国争光，荣誉至上的利益。我可以为了一场比赛，我献出生命，我觉得那是死得光荣。那是信仰，信仰，追求啊，这我的追求啊，我到现在也是这种追求。那不是说我觉悟比谁高，这是因为我养成了我自己追求的东西，是我自己去学习的东西，绝对没有强加于说的，给自己定位，还是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能够为中国篮球能够在做一些群众基础工作，那不是姚主席说的吗？不是基层大上面就那个吗？那我们把它做大，但是做大做强做大，它不是靠嘴上做的，还得有人去切实去付出的。中国队打不好，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也心疼，对吧？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但是我们现在肩负着我们基层篮球的工作跟学校篮球工作，我希望能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保障团队，还有去组织能力，更主要的通过这个平台相互之间促进篮球的发展，是吧？两岸青年的交流，这是我们要达到我们的这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确实感觉原来的领军人物就是不一样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看到了确实人高马大的，也感谢刘指导当年为我们中国男篮做的贡献吧。就只是知道战神，我只是听过我爷爷说，因为他就是我老家那边的，然后他们都说刘一栋贼刻苦什么的，就是希望我学习他那个精神嘛。厦门大学的，好，走了走了，好嘞好嘞，行，谢谢，走，哎呀，我的腰起来了，国家队啊，谢谢，很有礼貌。这是标准的福州的老房子，对，老房子，难得来一次多喝点，这个，你们真是一天茶不离口啊。从基本上从早上喝到晚上，喝到晚上，对对对。最近膝盖怎么样？膝盖时好时坏啊，不打球好一点，打球就不行。但有时候适当的时候运动运动嘛，出汗。有时候还疼吗？疼疼疼疼。你这个膝盖一直以来是我觉得就是最神奇的一个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也经常去海军三招，我站在上面这层，我看着你下楼，你上楼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下楼的时候要扶手，极其费劲，就得扶着走。是，打一场比赛要歇两到三天去处理这个伤病，第一压力大了，里面磨损厉害，出血了，然后积满了，积满了它往下跑，完了我这一点就自己就喷出来了，自己喷出来啊，喷出来就不要里面常规的去抽的，它都不用抽了，很浓的那种痰水，痰浆水，然后后面变成血水，留一个礼拜三场就比较费劲了。那你不能休息，今天打比赛，明天休息休息一天，后天就开始适应，再过一天就开始打比赛了，还得训练了，是这样的，循环的很多年。刘一栋举起了总冠军的奖杯，我们向八一零三年在巨大的伤痛里带队把 CBA 的冠军拿回来，
拿完冠军以后你就去做手术了。对。嗯，然后你从膝盖的滑囊腔里面拿了十块碎骨出来。十一块碎骨。十一块碎骨。一块粘在一起掰掉了。对，那块十一块。我不是很懂，但是在我对这个事儿的认知里边，从这个膝盖的这个腔里边有十一块碎骨，它彼此，它对，它彼此研磨着。为什么说膝盖最后是产生那么多液体？嗯，它就不断的磨，不断的研磨，磨完了不平，不平就疼啊，疼完了就出血啊。你所以说里面整个面都糙了，就等于是不平，不管是韧带、掰板，还是就是整个滑面，基本上都没了。就是你有反通电，我就没有反通电了，因为他，拍片子看得很清楚，等了一做手术他又跑了，跑到别的地方一缠起来了啊，缠起来刚开始是关节镜，嗯，然后就后面不行又再给他后面再切开了，嗯、重新再切开、嗯，再切开，切开的话，那你一做的话，比医生说比你想象中要严重得多，严重起出来的时候一个又一个，一个跟那扣珍珠一样的扣出来扣出来，用手伸进去扣啊。不是原来刚开始用机器啊，机器找不着啊，然后后面就用那个。这个为什么后来说膝盖弯不下去？一弯就痛啊，那剧烈的痛。那一瓶十一块放在里面，这个那个，咱们骑自行车子啊，那个本来轴很平稳，突然一个轴坏掉，那其他轴都已经、那个乱套了嘛。乱套那过程肯定嘎嘎各种声音都响了嘛。然后那你我这个是骨头挤骨头，软骨挤软骨，挤肉，多疼啊！吃止疼药吗？比赛？从来不吃止疼药，从来不吃。我当然不吃止疼药。打封闭吗？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打，有时候。有时候打，又不打不行。那张照片和那个故事，超出了我们很多人对精神力量的认知。能量是激发出来的，对不对？我说我打不好可以，但是我不能不努力。所以说，这是一个运动员的一种意志力。运动员的意志和追求。追求。我觉得应该像您今天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因为很多球迷嘛过来平时照相啊送鲜花送的要很多照，那么他们这些他有发现啊、哦、他一看我每天都在医生环境处理这个病，然后他们偶尔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嗯，这就是因为让宁波人民留下深厚的一些财富，就是精神，嗯，这个是所以说赢得了宁波人民，永远都是冠军。哪怕你今天到宁波城市，人家认出来，那绝对会给你大拇指，给你这个鼓掌。是我活得很踏实，很踏实。啊，现在也不会存在说我今天压力有多大，还是抑郁的，开什么坎过不去，没有这些东西。活得踏实，就是、对，就是现在活得就是很踏实。对，那栋打过亚运会三届，奥运会两届，对，是吧？1996年7月19号，对呀、啊，7月19号，是吧？这个是悉尼奥运会，你还能找着？我都找不到。以后这个一会儿留给你，留给我的换了我的那个办公室，珍藏起来。我印象当中，你是唯一一个，虽然都是男篮运动员啊，对啊，举旗，你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届扛旗的。我96年2000嘛，对对，他们都是扛一届，对。为啥你能扛两届？我人缘好啊，我关系硬啊，没有。这个大家对我几期还是比较信任的，不管是九汉代表团好，男篮好，那推荐我，是吧？我们家老爷子今年70多了，嗯，他说刘玉栋，嗯，是中国人最标准的帅。对，我是中国的这个叫脸型啊什么的，跟中国人国字脸，对，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对。中国人最标准的帅就长刘玉栋这样，对，对，我爸说的，所以就得刘玉栋。所以说我的男球迷比女球迷多、啊。是，这个可以，是不是？是，这个、啊、对。我们刚才回头看你们那一代，那是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候。然后现在咱们坐在这聊天的时候呢，是20年、30年以来，可能中篮球最困难的时候。